好，这是我们这礼拜的第一个抽抽乐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有当上模范生，所以我和爸爸说好的三抽。好，今天抽零用钱一抽。等一下，零用钱。零用钱，今天抽零用钱一抽，妹妹加码一抽，姐姐魔幻生三抽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弹钢琴，我没有，没有，好，一个五抽，一个三抽。我姐姐，等下问一下啊，你要魔幻生每天多一抽，还是今天多三抽？每天多一抽，然后今天多三抽。没有，好，那就今天多三抽就好了。嗯，妹妹三抽。你五抽，这是模范生抽抽要放，模范生抽抽有三个，这是三个，这是加码一抽的。模范生是什么？还以为是没有，模范生竟然中了20号，20号，那个看起来是模范生大的大的，啊大的，对呀、啊，大的快抽完了、啊，大的还剩几个，我们要准备再做大的了。是角落生物，下次角落生物印章的下一个大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要有笔记本，92才不好。好、啊，那白熊是姐姐，我是角落生物集合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吸的。哎呀呀，我的零用钱没投。角落生物剩一抽而已啊，要准备做，来快点。我在想。真是大的都奖品都很好啦，就这个，绝对不会有弹珠那种东西出现的。起来耶！橡皮擦镶几个？我不要。橡皮擦你们那时候自己说要的啊，所以才多放几个的。镶几个？14要哦，勉为其难。14个会不会香太多了呢？爸爸不是那么喜欢给人家香香的人，好不好？14个可能太多了。为什么连一刀切的都那么不高兴？啊？算你赚到，多抽了好几个，被你赚到。你那是盗版的，正版的吧？盗的啦，正的企鹅的话就是这种嘴。没有，它是弄侧身的，懂不懂？啊？不懂。这只不是蜥蜴吗？这只是企鹅。绿色的。怎么是绿色？对啊。绿色是蜥蜴啊。蓝色的是才是蜥蜴呀、啊。那绿色是企鹅，那你去抓一只绿色蜥蜴过来。侧身啊，这哪是盗版？这个不是盗版的啦。它侧身的，我跟你全部都是这一家的。我解释，来，我来解释。来，给我，你看侧身啊，侧身，一盆，给你了。越潮感。那白熊呢？白熊的也是盗版吗？白色的也盗版啊，竟然是粉红色的。对耶，猫咪也是，而且他们的图案很畸形。你看，杂猪牌这超明显的，它下面竟然是直的，应该也要是这种凸凸的。你去上网去找正版的长什么样子？这明明仿的就跟正版一样，哪是盗版的？仿的跟正版一样，哪是盗版的？仿的跟正版一样，哪是盗版的？仿的跟正版一样，哪是盗版的？它图案呢、啊？你去找正版的来看，一样，都长得一样啊。包裹布是安全的，企鹅有点瘦。对，都是正版，他去睡觉了。去睡觉。是白色的。去睡觉，去睡觉，都正版，都正版的啦。好、嗯。不会中吧？好，不会中，给他抽了。不要抽。姐姐数。你有零用钱，我不想数。
快点，你功课还没写完。妹妹你数，今天抽。哎，姐姐没有零用钱，姐姐功课还没写完。那我先投进去。好，快点。写完了，你自己有没有写完都不知道。没有零钱，就没有提成。阿姐有很多钱吗？没有。你有带零？你有带零钱在抽？我需要钱就行。那好，那妹妹姐姐，你用钱在抽。两抽我抽。好，抽。我想应该五个，五抽应该中个大的或小的。我看到五了。嗯。是一个五吗？五十四。哈哈，竟然是五十四。可惜哟。对呀，好，那以后我们五的倍数就有，好不好？有五的。五的倍数。有五的。五的倍数就有。就是五在这里或在那里哦。没有，要五在后面的。我在最后面。嗯。啊，我的五有在最后面的。你在前面啊，五十四啊。哦，在最后面的。蹦，五十一，滴滴。滴滴。我就知道都没中，全家希望都在你身上的小虎，拜拜，宝，谢谢小米家，拜拜。抽抽了啦，抽三个哎，我们是30块，三天没抽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12抽，妹妹8抽。哇，我12抽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多。那我们3天没抽了啊。对。要是只中，要是没中的话，就好笑了。就好笑了，对啊。第一两个就没有，好奇怪。140，40。最后一个小的。几号？6。里面还没抽完呢。嗯。小的而已。好奇怪。为什么我？31个小的，为什么我每一张抽出来我都是中8期？我中了8期，100，大的，爸爸你大的，100，不够了怎么办？完整看，直接让我们选啊，100，你看100分钟。为什么我每一张抽错了也会中爸爸啊？嗯，爸爸八七，哦，你没有中，你都没有中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中小的，你什么都没有中，小心我抓抓，小心我蛋蛋，恐龙蛋，我随便抽了，喂，接下来你要哪一个？恐龙蛋多破，我不要恐龙蛋。哪一只恐龙给他看看？我看这个预计是，应该是犀牛吧？好像是犀牛。黄色的，我看有没有黄色。动物蛋，动物恐那个奇母，来快点。好嘞。小的呢？中子的，你们中一个，姐姐中一个，你们谁要这个？谁要抽这个？嗯，我要这个，这个很难哎。要这个，我们一起组。好，姐姐选这个，那我们一起，最后一个。你是完蛋，我死掉了。我的跟你换好不好？我的还没弄。我最喜欢这个小的了。我也有啊，像三个一样，像三个，我好想找外祖，最后的像三个来。好，就有口水认证的，拜拜。这个是那个一张，这个是一张，我还记得，这个是贴纸一号，贴纸一号，啊，贴纸二号是这个，我贴纸二号。可是一定不会中，对啊，我想一定不会中大的啦。好，那大的收起来了。今天新做的小狗抽抽乐在等着你们啦。嗯，到底会不会中？我想一定不会中的啊，185个小的啊。嗯，160。大的。160。大的呢？快点。我没中小的。
姐姐小的是不是？我大的。啊，姐姐小的对不对？哇，爸爸下100个。玻璃纸。玻璃纸以后还要吗？还要。还要有这奖品吗？还要。好，那我爸爸再买。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。啊。三十五，差点中。差点中大，就中到最烂的奖，对不对？便条纸，不是便条纸啊，这是叫什么？便利贴。便利贴，中到里面最烂的奖品了。我喜欢啊，我喜欢。嗯，相信。十五个。哦，妹妹你赚到了，来，姐姐帮忙录影。我还记得我的胶生物贴纸二号呢，胶生物贴纸二号呢，是镶18个哎。这样这样有录到。真的哦，这样有录到我，真的我看到啊，好，我相信你哦，真的哦，晚上我检查、啊、有脸颊，嗯，贴过去拍到是明年，哎呦，嗯，你表情好丑、嗯、我感觉你的手是假的，嗯哇，你好好拍要不要？这样亲亲是很神圣的事情呢，对不对？但由于就没有拍到，姐姐把它翻走了，所以要补回来。姐姐爱你的，快点摘，太咸了呀！都喊跳，好啦，妹妹今天中大奖。上面姐姐对我们突然说6点多出现骗我们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我要流汗。不要流汗。